注意看一下这个技巧体操的四人组，这是世界冠军的。这一次在高雄市会进行体操的，他们会来相当好哦，他们应该要过来比赛。在高雄2009年七月，我听说到现在还没报名，因为大陆要求台湾能够给他一个安全的保障。好，这是技巧体操男子四人组的第三套表演了，可以看得出来，里面还慢慢安排了一些桥段。转体720度，后空弯转体720度，躯体后空弯3周。现在被当成跳绳了，哦呦，再接一个空抛，转体3周。接下来直体前空翻，再接。转身前空弯2周，失误没有站住。谢谢，谢谢，技巧体操男。